现在是北京时间3:50啊，然后气温是37度，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地表温度可能会更高，但是我们的环卫工人仍在室外为我们的城市的美化做出他们的贡献，让我们希望可以带给他们一点点小惊喜。让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这位大爷，我们在做一档节目，看这么热的天，你还在工作，很辛苦吧？嗯。这样我也没什么给你的，你看，给你玩个小魔术吧。这有一杯水，看见没？你看这杯矿泉水对吧？嗯。然后呢，我还可以从里面倒出来。黑哥，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，谢谢您了，休息一会儿哈。好，谢谢。记得注意休息哦。一瓶矿泉水，这么神奇，可以送给你。这么热的天还出来玩？没有，谢谢，休息一下，喝杯水休息一下。没有。这阿姨，你在这儿忙呀？能耽误您，耽误您一分钟的时间吗？哎呀，这样，不好意思。这样，你看，可以跟我，给你玩个小魔术吗？你要爽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对。仔细看哦，就在你的胃这边，仔细看。别怕。你可不光落进去两杯了。没有。你管魔术啊？对。嘻嘻。没有，这么热的天喝瓶。